房客以及用餐的顾客，我们已经全部都疏散到馆外。那待会儿呢，会全部在一一清点人数，并且发放食物跟水。那目前呢，这个客房的状况，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或是不能清洗。先这样子，那、你后续你再对我再了解一下，然后有补充的资料再提供到大家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吴金杰。